爱一百，搁啥爱食一百块？人要爱无？啊，一百块啥提无着的？叫我意思？拢有啊，拢我就袂忙啊吧？有意思啦，一百块拢有啊吼？有意思啦，哎，就买一百好啦，三三就好啊。好、哦，三三就好啊。一百块啥要吃啊？啊，正吃啊，一百块。这什么？来，来吃槟榔。有四十八个什么吃啊？准死的人，无啊吼！有四十八无啊吼！你死啊！十八个无要杀无啊吼！来，别帮来，来，我准死的人也无啊啦，来。三百二，他们都有啊？有啊。有啊。啊，三百二什么吃啊？三百二啊！我讲，哎，搞社会领导来钱哦。咱讲白，搞社会领导来钱啊！我讲白啦吼。不然三百一个几下来，我看什么吃无？哦，真正，我讲吼，上水位抓出来，只要个金盘起条啦，免讲开小灯，我只要卖偌济，三百、两百啦。啊，真正大只只要金盘起条的啦，咱讲真的啦，两百卖五百，好不好？卖四百，你有三百二无？那三无几位啦？四百、三百，人要来无？无要，你还无来啦？两百，两百就来啦，来无？来两百。搁啥物食？我讲两百三四斤啦，我就食两百，啥物食两百块来吃啊？系啦，两百块啦，啥物来两百？三百二啦，两百块啦，三四斤重啦，哎，称了三点钟，我称袂了，我跟你讲，称无够工钱，两百啥物来？一万，称不好，两百块，谁知道？阿大来两百。来，搁啥物食啊？两百块啦，三百二啦，就要拉数啊，十小二啊。两百块啥物食？两百，有人要爱无？三百二，无啊吼，三百二两百无啊吼。好来，还搁要三百二无？你搁要石目鱼无？最后一个人两百，有人要吃无？最后一个两百结束还无啊？两百块，最后一个无啊？有人要爱无？无三百啊？我也袂放啊啦，三百二啊，排骨哦，有啊有啊，不是三百二哦，这个好吃，食较久，这两尾你食三点钟食袂了。咱讲真嘞，我真正捌试过，你知无？一个人食一尾，你要食四五点钟。啊来，哎呦，迄无上来一斤三百外嘞，就吃啊。咱讲真，这一斤三百外嘞，排骨有啊，排骨啦。来，食五百无？啊，咱讲真来，迄个大姐，铁路排骨便当，排骨，后摆就收来，恁逐个真诶好食，钱好食，汤好食，安尼尔好无？啊无，只要酥酥搁雷落嘛好食，上单单量真诶尔，外口咧卖一袋外袋八十块，两袋卖百六，吼，两袋卖百六，三袋两百四，两百就对啊。啊无排骨啦，你真侪要食排骨啦，我就一两百块排骨啦，有人要食无？吼，一袋八十，两袋百六，三袋两百四，两百，我讲来啦，我煮下来，四袋两百就对啊。啊！我这客人表示恁动作拢袂害啦，即个要坐过去吃无？恁排骨啦，唔慢咯，好来，快讲来啦，好来，快讲来啦，你家境袂歹哦。现在火车上又不能吃东西。高铁两百一个来啦，高铁两百块才要吃啊？不两百块？无啊，这个大姐你莫买过，我莫甲恁讲啊啦吼，要吃高铁两百来啦，六地五零啦，十地五零啦，莫啰嗦，六地啰少零啦，只啊两百来就好来啦。来四百来啦，好来啦。好吃的都买两来，好，搁啥物食好就一两百来啦。好，排骨要食好就一两百块，来吃无？感觉都排骨啊，有人要来无？还好，我好大只来，我好大只来，来，来一、两、三，也无啊，百块啊，你食看嘛嘿，四块面的，谢谢。不要啊，不要啊。阿弟那边呢？好不好？好吧，这个下你买呗。你干嘛吃怪？好食，你食看卖。好，你放假来。你请你啦，姐哦，我咧讲这单价较悬啦，一斤三百外啦。看你卖有啥物老鸡母哦，我咧讲来啦吼，要食就几个来，你看啥物食无？好，这边啦，海鸡母啦吼，你当盐酥酥当真好食，真的啦，香的啦，煮汤啦，要红菜你怀疑倒去，这个鱼仔最好食就是安那煮无差啦。你想要安那煮就安那煮啦吼，一斤卖偌济，三百外当然只要看你一斤重啦，爱得偌济，差不多三百左右啦。我你讲来啦吼，卖讲只要卖三百安尼好无？鸡母啊，我你讲来啦吼，这个鸡母啊，伊名叫鸡母啊。鸡母是啊。系啊，伊名真正叫鸡母啊。啊，这饲的，啥模样子你知无？伫海底围一个网仔咧饲的。饲的用。安尼啦吼，伫海底围一个网仔咧饲啦。好，只要三百来，来两尾六百。哦，来两尾六百，两尾五啊五开五百就对啦，五百块。来，
我你讲来五百来就好来，我食好就是五百块，你食几多鸡母会无五百块？五百，三百五百你无得买啊啦！我敢讲一句话啦，你即个卡咧卖一百拢要三百块咧。哦，卖啊，四大鸡胖胖的得啊，四大鸡胖胖的得啊，来五百，无要来。你无得买就介绍啦，讲真诶啦，我就是五百来得，啥物食五百？哎呀，五百，即摆搁请你，来啦五百，我从八百买啊，来。五百，五百，我袂少介绍比车其他较俗啲，阿只人来五百，来。五百个尔哦，五百个尔哦，迄外口咧抬一百，要到三百呢，你敢正经了无？车，不是，车其他一百买一百外，咱讲厝产，车其他袂用一百买两百外。好来啦，好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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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我你讲吼，哎，你上边咧来无？喂喂，去啊啦！你唔好坐车边啦吼！你咩系哦？来来来来，咩好就咩去啦！我讲真诶啦，够有啊！够啊！一收我了两百外咧，你当做有趁钱哦？一收了两百外咧，来啦！姐啊，赶快五百来啦！吼，一尾五百，两尾五百，三尾五百，来四尾五百，系啊，五百来，五尾五百。来，姐，两三，来来来，来，五，来，四，两三。大哥，这算系咩啊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，来你，快讲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你啦，我先来叫谁啊？快讲，这叫谁啊？杨猪啦，好，咸猪肉，好，汤的，好来，我等下先哦。快讲哦，汤的好食，炒的好食，蒸的好食，煎的好食，咸猪肉。我讲咸猪肉啦吼，要吃卖看一包卖偌济，百啊百八百五好无？我讲我照个向来倒啊，咸猪肉，咸猪肉你知嘛？我拢知影咸猪肉，看那边收了同一皮啊，两包卖五百，卖四百，看到无？两包卖五百，卖四百，这尔嘛无啊？哦，卖四百，三五开三百，再吃，我照一个倒啊，两百来倒咸猪肉，我吃咸猪肉无？两百块，人要来无来煮下来？来。咩咸猪肉照一来两百就好来，再一咸猪肉来四人来，三一块酸辣啊酸辣袂使差，酸辣猪肉较贵。还好，还好哦，好来哦，今仔算还好来哦。进前是很不好，来进前讲很不好，来两百啥物事来？两百个，无好，莫咩来哦，咸猪肉无好来就过来，快讲来啦吼，来煮啊，今要食啥啦？煮啊来。多鱼啊。来，这个煮啊。哦，等你告诉我，等我收你怎样？现在火车上不能吃东西了。不啊，难吃啊！难吃啊！要不讲啊，两百来，你这会吃不？有他排骨，要炖。嘛是四五块尔。唔啦啦，靠腰啊！你看你贵哦。六七块哦。系啊，你叫够介意哦？那我吃都唔啦，你等下等下吃四五块、三四块来，还多只系两百，都两百。系啦吼，啥物吃啊？要吃个就吃两百块，难咩系不？要炖排骨就吃两百，难咩吃不？要炖排骨，我就吃两百块大鸡来，无来。啊，各位姐姐要炖排骨的无？要吃要炖排骨，我就吃两百来，好来。要炖排骨啊，两百块啥物吃来？两百，我就吃来，好来。有汤排骨，两百，啊，只来两百来，无来。来，各位啥物吃？要吃要吃两百，好来。啥物来？来两百块，你要吃无？两百块，有啥物吃无？要炖排骨两百。我也好来等我一下吼。啊，这两百无啊吼，两百，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，来啦，这样好诶，阿姊啊，保证未死价，你知啦吼，我嘛想要跟你讲一句啊，现在都没有，现在都卖死，一地偌济，一地九，一地百六，太大地咧，来，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目睭爱配目镜，卖走，我看一下啦，好个三百来，来，快讲一地三百，来一地三百，哦，两地六百。两地，那个，多少钱？吼，两地六百，两地三百，安尼啦吼。刚才表叔都特别爱来，三地三百，三地三百，等你帮真帮吹帮行来，四地三百，四地三百，四地三百，你要爱无？来，我跟你讲来，子豪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即样要吃无？多少钱啊？真正大地啦，小地我唔敢咧甲你卖啦。你讲真个来，吼，五地三百，五地三百来啦，子豪，要吃我讲六地六地六地哦，你啦，三百块来，多少三百？来，三百块就起来啦，来啦。对啊，所以要来买大叔。来啦，佮啥物事啊？三百来啦，来啦。好吃啊。好，那边去两栋最厉害啦。好，一二来啦，三、四、五，来啦，搁一个三百块，前面吃三百块。罗先生，我叫你吃一个三百块，三百。吃起来过。罗先生，你啊三百块。好吃。
罗先生把王买吼，你妈要蒸了哦。好，来吃菜吃菜吃菜，反正我们才请台南公司来啦，这包没有钱赚。大战有意思啊，真的。来嘞，我讲来啦吼，这香鱼香要香诶，香诶蒸咧钱诶，在你拿好不好？哦，香鱼啊，要吃我讲一尾偌济，90块、100块、100块、120块来吃菜啦。看到不？哦，两尾要去啦吼，三尾少少点，要讲五百做四百，开200块来就好啦。要吃200块啦，来啦，好啦。来，哦，五百就是200块香鱼，下面蒸的200，那要爱无？五百200块香鱼啊，要吃我一个来啦，要200来啦，哦，你要吃200块啦，要吃无？香鱼怎么吃？唔卖了，好啦，我记得，我讲啊，要吃七百200，吃四百多出来，只要八百多就你，来，好啦，200块，啊，要吃来200就好啦，香鱼200块，下面吃香鱼，我就吃200块，香鱼200块谁要吃的？香鱼啊，香鱼我就吃200。有人要来无？香鱼，无哈，买十外哈，香鱼买十外哈，买十外袂白行啊。公司呢，这也差啊，这啊，快你讲来啊，这啦，这啊，这看啥物食好这啊，好不好？快你食这无？哦，我阿姨啦，最好食真好食，香好食，钱好食，财领拿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水好食，鲜好食来啊，你就对啊啦吼。一斤240就买了偌济，130、150、180。我讲就几个来，好啦，卖讲辛苦好不好？后尾食，我讲来，卖讲就买150、130、180啦，好不好？哦，两尾要去好不好？哦，两尾要去，三尾少少掉啦，好不好？哦，三尾要去啦，吼，卖讲卖500，卖400，开300块。现在食最好就是300块，啥物食300？无要来啦，四个300块来啦。啊，大细个时候哪领导代志哦来？我要300，好300块，啥物食300来？你像我啊，我就是300块，我系300。现在说你未？可以吗？啊，不可以哈、哦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好啦，姐啊，不你讲，袂歹啦，吼，你讲真诶，来300块，来300块，不小之贵。